今天是里约奥运会开幕，各路明星纷纷为奥运加油。8月6日下午，赵丽颖在微博发了一组 cos 兔子跳跃的照片，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助威，还附文称：“我会在大草原蹦着高，等着你们凯旋。”照片中，赵丽颖身穿运动休闲装，在草原摆出各种跳跃飞起的姿势拍照，看得出来小谷最近确实在健身，身体线条又明朗了许多。粉丝们看后纷纷大呼：“赵丽颖好帅！”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网友直指赵丽颖：“你裤子好像穿反了。”不过我们小谷还认真地出面解释，裤子原本就是这样的，